苏莫林的破破破破台语。嗨，我是苏莫林啊，便便拍招呼。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就是便便十八岁的生日。敢有惊到？已经是人的年岁的差不多88岁，将变90岁。我逐年拢有甲伊庆祝的，有上亿小鲜肉伊无介意，然后有上亿食喝了伊就 OK， 果然是吃货。但是今年18岁，这个数字。就有意义的，应该意念一下，因为一个猫啊，要活到18岁，不是这么简单的代志。便便，你做到了，所以我就希望今年给伊特别纪念，后盖棍挂这个猫皮，就会感觉就有纪念价值。人的18岁就是新年的意思，应该要考驾照。今年便便的生日，我就给伊准备了伊的新车，用伊上盖的手去盖做的。香原味，便捷快活，尊爵不凡，活出自我。考虑周详诶，拢是我厝内绘本做出来诶，吼，即个后壁即个棍仔就是我厝内年历啊的那个卷轴，然后以后就会困伫伊上盖一小个车内咧。今年诶生日就是安尼，大家卖学，因为我诶猫仔有练过，伊平常有出去看医生啊，偶尔出去遛一下，几分钟尔，毋是遮久啦。但是恁卖学哦，我惊恁诶老猫诶心脏病，卖学吼，卖学。今年诶生日。特辑就到这咯，希望便便吃到饱，越来越长寿哦，后面见咯，拜拜。